能听懂这十句话的人都不是一般人。一，你在珠穆朗玛峰再怎么努力也烧不开一壶水，说明环境很重要。二，泥泞路上的奔驰永远跑不过高速路上的夏利，说明平台很重要。三，再怎么优秀的男人没有女人也生不出孩子，说明合作很重要。四，一只恶虎架不住群狼，说明团队很重要。五，拥有再多再大的水桶都不如拥有一个水龙头，说明渠道很重要。六，两只青蛙相爱，婚后生一癞蛤蟆，公青蛙见状大怒，怎么回事？母青蛙哭着说，他爹，认识你之前我整过容，说明了解很重要。七，小驴问老驴，为啥咱们天天吃草，而奶牛顿顿精饲料？老驴叹道，咱爷们儿靠腿吃饭，人家靠胸脯吃饭，说明心态很重要。八，鸭子与螃蟹赛跑，难分胜负，裁判说，你们划拳确定吧？鸭子大怒，我出的全是布，他总是剪刀，说明先天很重要。九，狗对熊说，嫁给我吧，你会幸福的。熊说，嫁你生狗熊，我要嫁给猫，生熊猫才尊贵，说明选择很重要。